我有那个啊，选择障碍症啊，犹豫就会败北，真的耶。糟糟，迟到了！这是什么？咬着吐司，转角遇到爱，啊！撞他！我还以为要撞到第二个，吓死我了！哎 可是他有猫哎，我刚刚应该停下来的。哎，这个可以干嘛？翘脚。嘿，哎，哦。也太夸张了吧！我不要那么浮夸，然后再下来，再坐下来，就没想到就翻倒了。不要，我要一起，没关系，通过终点。朋友，朋友，你有点慢，朋友。可是我有点，我要控制在跟你一样，很难的、啊。大哥，我现，我这，有没有一起？今天我还是没办法把这封情书送出去，乘上风儿吧。今晚的风，今天的风很喧嚣，希望可以送给他，射到他的心里。不对，射到我好像送到了奇怪的位置。我们来到了现在人气超高的松饼店。这是我吗？我为什么没有在排队？你要不要排队啊？我上电视了！Hello！ 你的松饼在这里哦，大大的。来看牙医，扑通扑通 ，doki doki。如果觉得痛的话，就举起手哦。调整一些器材的设定，请等一下哦。干嘛干嘛干嘛？喂！